要在，是义，要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第二，有过，是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还有第三 ，the quality， 要按着属天的意象。我们乃是在神圣水流独一的流里，为着使徒行传的继续，也按着属天的意象而有神圣的托付。有托付跟没有托付差距是很大的。我们有托付，一切在教会生活中的侍奉，就不是只有被人来推动，就不是仅仅是人的组织、人的安排。当我们看过前八篇的信息，我们在我们里面该有一种的祷告：哦，主耶稣，这些主的话向我打开，使我的心窍被打开，叫我的心能够火热，叫我能够领受神圣的托付。这篇信息有这四个大点，就按照这个篇题，第一大点论到神圣水流独一的流，第二大点要论到这属天的意象所带给我们托付，第三要说到在这个神圣的托付里，它涵盖着这个完整、完全、完备福音的内容。最后呢，我们要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我们还需要有楼房上的祷告，还有楼房上的奉献。第一大点，我们一起来宣读。在全本的圣经66卷书，给我们看见，在宇宙中有一道神圣生命的水流，从圣经的头一卷《创世纪》到圣经的末了一卷《启示录》，都给我们看见这一道神圣生命的水流与人之间发生一个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当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人有神的形象彰显神，有神管事的权柄来代表神。神造了人之后，就将人安置在东方，二章所说伊甸的园子。伊甸原文是快乐园子的中心有一棵生命树，人被安置在两棵树的跟前，并且有一道的水流经过这伊甸园，分叉成为四道，从伊甸园流出来。所以这里创世纪二章十节说，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这就表征神作为生命的源头。这位神乃是一位永流的三一神，他将自己永流出来，目的为使人得着滋润，得着生命的供应。在这河的四道分叉，就产生三种宝贵的材料，这岂不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吗？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救主，那就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一道生命的水流，在我们里面永流湿润我们，解我们的干渴，并将我们变化成为金、珍珠、宝石，为着神圣的献上。到了诗篇36篇第八节，那里说到我们必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我们也得以喝神乐河的水。在这里说到有神乐河的水来滋润我们，来供应我们。诗篇46篇第六节，那里说有一道河，这一道河的支流是神的城快乐。凡是享受这一道生命的水流了，不仅得着滋润，我们也得着喜乐。等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第14节，
那里启示给我们看见，神遇到了水河，一点不差，就是这一位永流的三一神，结了自己永流出来，为了永流到人的里面。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那里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有路永远的生命。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水泉，涌上来，涌上来，对不起，要在它里面成为水源，涌上来成为水泉，只有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给我看见永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的源头，子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全源的涌现，源涌现成为泉，并且呢它涌流成为涌流的河，或叫做涌流的川。这乃是三一神作为涌流的三一神，在三个阶段，父、子、灵里将自己涌流出来，目的呢，要进到人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就说：“信入主的人，要从那腹中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我们今天有悖于这一道，水流在我们里面涌流，从我们的身上就会活出那里许多的美德。这许多美德的不同的方面，就是这里活水的众江河来表征。等到我们到了整本的圣经的末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天使又指给使徒约翰看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是一个宝座在整座城的顶端，从这个宝座流出一道生命的水河，以荆棘的街道作为水河的两岸，以盘旋的方式从顶端盘旋通过十二个门，经过十二个门的入口，这就说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生命神作为这一道永流的水河，与蒙了所重救拣选救赎重生变化并融化三部分的水灵相连结调和并合并，成为一座生机的结构，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作为全门圣经的结束。所以这一道生命的水流，在神与人之间生机的关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中点说，圣经启示永流的三一神，父是生命的，子是生命泉，灵是生命河。二中点我们宣读这道流的
来到了地上，并且进到人们里面，在五旬节那里就给我们看见神一道的水流从耶路撒冷那里流到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到了安提阿，这一道神圣生命的水流作为主工作的水流有一个重要的转弯，就是这个生命的水流转向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水流所到之处，水流在哪里，神的工作就在哪里。水流流到了亚细亚，神的工作就在亚细亚那里。神圣的水流流到欧洲，神的工作就到达欧洲。所以哪里有神的工作呢？那个关键乃是那里有没有这一道生命的水流。这一道生命的水流作为主工作独一的人，凡是水流所到之处，那里就有生命的供应。水流所到之处就有身体的交通，水流所到之处就有耶稣的见证。今天我们需要有悖于主这独一的工作，我们需要能保守在这一道的流里。一小点，有一道水流，我们可称之为工作的水流。工作的水流所到之处就有神的工作。使徒行传启示，在主的行动中只有一道水流。我们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水流的里面。第三，神的生命的流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历经所有世代，一直涌流到今天，只有一道水流。第四小点，我们来宣读。那里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他说：若是提摩太来的，你们要留意，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提摩太到了哥林多教会，他做工不是做另外一个工，他乃是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做同样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是亚波罗呢，他不论在哥林多，他不论在以弗所，他却做一个与使徒保罗不一样的工作。这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嘱咐你能留在以弗所，要嘱咐那些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的人。代表不是所有的人在做主的工作都像使徒保罗一样，做一个为着基督宇宙身体独一无二建造的工作。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我不仅爱主，不仅是梦，我们需要看见为什么需要有主的恢复呢？有人问说，我们是什么？主的仆人尼尼又说，我们不是什么，若不是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就没有我们存在这地上的需要。我们追求圣洁吗？地上已经有圣洁会。我们追求灵恩的运动吗？已经有灵恩的团体了。我们追求弟兄相爱而已吗？地上已经有弟兄会了。那为什么还需要有主的恢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讲爱，当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要看见在主的工作中有一道神圣生命独一的水流。这一道流乃是主工作的流，这个流是为着产生教会，
并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求主怜悯我，能够撇弃我们按照天然的情感，只是所谓的享受，只是所谓的快乐。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大的眼睛。今天主在主的恢复里仍然在工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乃是历代神所要得着的，在地上产生耶稣的见证，叫教会得着建造，作为基督的身体。建造的身体要成为预备的心腹，带进基督第二次的归回。我们在这里等待主的回来，但并不是被动。里面我们凡执这位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世界的局势是主在地上行动的指标，但那还不过是外在。有一个内在乃是心腹的预备，就是身体的建造。特大连我们来宣读主向保罗显现，把他带进主工作的指标，保罗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人是器皿，以神的道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被他充满并彰显他。基督是神的奥秘，以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秘。二中点。
就成为保罗日后在以弗所书所说神新约经纶两大主要的奥秘，基督做神的奥秘，教会做基督的奥秘，基督与教会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属天的意象就奠定了保罗基督与教会他执事启示的基础。而且亚拿尼亚主对他说，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在这里保罗，我深信从亚拿尼亚他也得着了这个意象，人乃是器皿，我要盛装这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圣一神，使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团体的大器，做神在地上宇宙团体的彰显。所以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述的时候，他讲到末了，他就说，亚基帕王，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已经是他经过第一次的行程，第二次的行程，第三次的行程，最终他还没有被送到罗马之前，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分数。弟兄姊妹，我若读使徒行传，看见在保罗的三次的行程中不断的遭受迫害，但是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位使徒保罗他保守自己在这一道独一神圣的水流里，他也受属天意象的管制。我们活着是为这属天的意象呢，还是这属天的意象使我们活着呢？是这属天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托付，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活着蛮有意义，活着蛮有价值。也主得着我们今日在这一道水流里，在属天的意象里成为一般有托付人，满足这位复活的基督，叫神的国能来临，叫基督能归回。好，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走了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第一大点很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一道神圣的水流，就是独一的流，从创世纪一直流经整个旧约新约，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一道水流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一道流。亲爱的姊妹们，你今天有没有在这一道水流里呢？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可以说是全是神的怜悯。哎呀，许多人曾经在这道流又从这道流中出去了，我们今天可以说何其有幸能够在这道水流当中，但是是不是能够走到路中而不要晚节不保，很难讲。刚刚说了，仇敌如同啊吼叫的狮子，他不是吃素的，他说来啊寻找者困失的人啊，不小心就从这道流出去了。所以第一大点，因为我看见这道的水流是很紧要的。我们知道在座很多姊妹们也在主的恢复多年，昨天特别有位姊妹一个师母，她也见证去看一看，有些人进到主的恢复，但是不知不觉有些人就从这条路上出去了。今天我们在这道水流里面，我们必须要在这水流里面要有看见异象。所以第二大点，这里可以看见主向保罗显现，把他带进主工作的水流，使他做执事和见证人。好，请注意了，将他所看见主的事，并主将要显现给他的事要见证人。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看见，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要看见这个异象。保罗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因为他看见了异象，他是亲眼见过。
他是亲耳听见，所以这个印象他被抓住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能够在这道水流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看见啊。若没有看见，你要跟主要，其实你坐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了。哎呀，在这道水流里面，我们不能违背那从天上的影像。好，所以在这条路上，特别是老蒙恩的，我们就必须要丢弃老路，在主当前的行动里面随主往前。因为神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神的工作是一直是新的工作。在摩西的时代，神用摩西所做的工作，到了大卫，到了这个流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不会完全照着摩西那一个时代的工作的方式来工作。到了以赛亚，以赛亚他在往前的时候，他也不完全是照着摩西那个时代工作的方式在往前。证明这件事，这道的水流是一直新的，一直往前去的。到了新约，施浸约翰的开始，完全是啊违反他们天然老旧的做法、宗教的方式，穿的是什么呢？骆驼毛的衣服，吃的呢？馒头也完全是这个违反在旧约时代他们敬拜神的方式，这叫做新路。到了主耶稣又在往前去了，到了使徒们又在往前去了，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一直在往前，撒旦呢一直在那里做筛的工作。有人曾经在这道流里面，但是也从这条流中流出去，被筛掉。哦，我们需要蒙保守，蒙保守的路就是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有人对一年七次产生问号，哎，你要晓得，早期的时候。李弟兄到台湾来，在带领呼求主名，好多人跟不上。我们今天呼求主名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也容易进入，也很有享受。但在那一个时候，跟不上的人就差出去了。之后呢，李弟兄在带导读，哇，导读主话，有人又没跟上。一直到李弟兄晚年，在带这个要讲新。语言进入新文化，导言背讲来进入这个新的语言里面，进入结晶读经啊，又有人跟不上。哦，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看见异象，还要呢保守在这个一的水流里面，否则啊，我们可能晚节不保。从历史历代里面就可以看见。那就已经点出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巴拿巴的例子，其实是巴拿巴把保罗带进来的，但是两个人因着意见的争执，关于在亲情的事上，从《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就没有记载了。所以不要以为你带着人家进到主的恢复，进到这条水流就能够走到谷中了，很难讲。那个巴拿巴把保罗带进来了，结果自己反而插出去了。雅各罗啊，也是这些啊，都给我们看见雅各罗就好像是啊，也就是在圣经里进行了他像直升机一样，而突然间降下来，而造成了在众教会中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啊，需要有一个看见，主啊，我需要被保守在这一道的水流里，不要有意见，反而需要紧紧跟随。好，我们来到第三大节，来一起读《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启示。我们今天在《使徒行传》的继续里，为着基督真理的扩增，与基督的奥秘必须做的工作。这节圣经揭示我们神圣托付保罗让我们的内容。好，这里提到保罗他所看见是一个神圣的托付。它里面的内容，因着保罗有这样的看见，也可以说前面弟兄们也是因着所看见的启示而带我们往前去。多说一点，在1922年，可以说
所在中国的南方林地兄的兴起，兴起了他的恢复。那林地兄他就自己见证，到了1932年开始接触到林地兄，到了1933年他就受邀，受林地兄邀请到上海。林地兄就在上海待了3个月，这3个月之后呢，李弟兄就看见一幅图画，就是《使徒行传》的那阴道鼠。那李弟兄也帮忙李弟兄能够从山东烟台那边下到上海这里来义工配搭服饰。那李长寿弟兄呢，他就看见这一道水流。实际说来，他在北方的工作蛮有神的祝福啊，但是看到这道水流，他就放下他自己所做的工作，而来到了南方，来与林弟兄同心合影，在这道水流里面往前去。哇，感谢主！所以林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看见在这里只有一道的流，不应该在这道流之外有另外的工作。所以我们应当受提醒，主啊，虽然我是一个小姊妹，但是不要叫我不小心从这道流里面岔出去。保罗能够说他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宣告说，主啊，我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宣告一下好吗？主啊，在于神圣的托付。下面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终点。主愿让人的喜悦，就是主耶稣在路加18:12，照着神的喜悦跟主人所渲染的。第二终点，我们需要照着18:18里神圣托付的内容。使徒行传26:18，我们请读。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洁的人中得重新也。好，这里呢，内容神圣托付的内容，在纲要上面就列了5个小点，第二终点呢5个小点。也就是这经文上面所说的，第一，叫他们的眼睛得开，第二，从黑暗转入光中，第三，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第四，得蒙赦罪，第五，又因信入我，在一切圣灵的人中得着基业。好，这5个内容我们是不是两两来说一下？这一节的经节，把前面读下来。叫他们的眼睛打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向前走，都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好嘞，
上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请你画起来啊！要借着祷告，不断的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什么呢？智慧和启示的灵。好，接着你就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能明白看见，看见什么呢？基督。第二个，基督的身体。第三，神圣的恩赐。好，福音小点，一起读。如果没有对主新的认识和对他新的印象，我们就无法往前。好，这里提到新啊，新主是一直往前的，是新的认识，还有呢新的印象。以外面的时代来说，它一直在更新，一直在进步啊，这时代是进步在往前的。今天呢，主的恢复这道水流也是在往前的，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印象。C 小点来，我是个恋人，不是在于教训和知识，而是在于显现和印象。我们所看见主的事，而主将要显现给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所必须后裔给人的。好，不是看到了、知道了、暗看。享受是要供应给人，把它画起来啊！供应给人，主啊，将我们所看见的要怎么样呢？供应给人。姊妹们，今天中午就要回去了，做什么呢？供应给人。做执事、做见证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供应给人。丁小点，我们的托付。向众人证明关于极大奥秘。第二小点，向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A， 光就是神的同在。B， 我们必须是满了光的人。阿门。光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各位呢都应该是满了光的人。我们若是全身明亮，毫无黑暗，就并完全明亮。如同灯的明光照亮。我们再看第七小点，基督作为神所给我们的，乃是在光中。在光中，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哪里呢？在光中。阿们，享受基督作为神分给我们的份，就是在光中。下面的经节非常的丰富，我们读一下诗篇119篇105节，还有130节，大家都很熟的啊。来，耶和华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一起来，就发出亮光，使愚蒙的人通达。再来，马太5:14，你们是世上的光，灯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哦，姊妹们都是光。是不能隐藏的。好，第一小点，一，我们必须是发光之体，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这里是发光之体，是来反照基督的荣光。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宣扬反照我们出黑暗，不如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我们必须做什么呢？宣扬，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好，第三，叫他们从撒旦的权杖转向神。A 小点，一起。我们属于基督的荣耀里，乃是有基督的脸，其他无话说。阿们。感谢主来到这里，我们有心灵的天，能够看见其上有宝座。好，下面夸胡一来。在基督的天上有宝座，乃是各族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最高最优先的地位。请你画一下，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主来居首位，不是你居首位哦。夸胡二，夸胡二，夸胡二，我们的天天天天天
三。让神有地位掌权。我们在家里面，很多家里都有挂“基督是我家之主”，真的吗？那只是挂在那里好看的吗？不是，要让基督有掌权哈，还是要让基督有主啊。好，第四，我们落在其上。好，B小姐，我们向着主太后基里来，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受装备，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好，第一句画起来啊，向着主爱到极点，向着主爱到极点。来，我跟贤弟兄来呼喊一下，主耶稣，我爱你，好吧？
皇上的奉献。好，我们需要奉献。使徒行传第一章看见120人在楼房上的祷告，就是一个奉献。他们的奉献成为转弯的时刻，成为转变时代的一刻，影响了天地，甚至借着他们的奉献而带进了教会。第一点，在海边，彼得放弃他的职业跟从耶稣，但在楼房上，他们放弃的更多。第二，把第一小点翻过来。第一小点，他站在天，从天上来的逆向这边，放弃他祖先的宗教。第一个是放弃他祖先的宗教，第二，他放弃他的家乡，第三，放弃了他的邻舍、朋友的关系，还有亲戚的关系。啊，放弃了祖先的宗教、家乡、邻舍、朋友、亲戚，最后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来这里聚会有没有冒生命的危险？你说。好，第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奉献乃是楼房上的奉献。在这个奉献里，我们付代价，学人与从天上来的异象要结婚。第三，我们落位置，从天上来的异象付代价，就会把我们后面的桥烧毁，使我们没有路可以回头。第四，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乃在于这一件事，愿不愿意付代价来买施膏的大礼做引告。第五，走主恢复的道路不是便宜的，这条路是昂贵的，需要付代价奉献。有没有付代价？好像不太付代价。我们看一下大本诗歌349首，大本诗歌349首。众人有敬主的国度，十架赏人的祝福，众人尊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死，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福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福祝福。第二节解读，羞辱赏人要，众人都爱有主掌权，损失有谁，几乎无人万事如意。三节，多人都贪享主恩赐，少有愿进食；多人都使真主宝座，少有愿得安稳。打仗时虽然有人，其心却不能。四节，多人都想逃出高贵，卑贱却不能。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马愿意。五，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无畏，这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被贵主舍了。求主给我这样心智，是从化生时。来到第六大点，第六终点，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一个运动，而是为着主的恢复。这恢复只能借着在楼房上专特特殊的奉献和得着完成。第七，那120个在楼房上的人都成了凡祭，他们在灵里为主焚烧，也以神圣生命之神圣的火焚烧别人。姊妹们来这里有没有被焚烧啊？回去做什么？焚烧别人。最后再来第八点，当主耶稣在地上时，大批的群众跟随他，但他们没有为着主的行动连主什么。主的行动乃是在于那些楼房上的人，在于那些眼睛得开、心被摸着的人。第九，一起来宣读。祷告带上你的行动。